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平和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张一佳。我是主持人钱冠宇。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地球一小时活动、美津浓杯金桥碧云国际社区8000米长跑比赛、平和学校春季运动会以及高三 IBDP 毕业典礼。本期新闻的简讯有：高中部视觉艺术展、美国交流生来我校学习、小学部慈善演唱会、平和学校室内音乐会以及成长课程展示。3月25日下午，平和学校 IBDP 高三视觉艺术课程毕业展在主教楼5楼平台开幕，平和学校校长、各学部老师和同学们都出席了开幕式。高三的视觉艺术学生为到场的来宾介绍每幅作品。此次艺术展不仅体现了高三视觉艺术学生们3年来在艺术领域所获得的成果和对人与自然的思考，也展示了平和艺术教育近年来在 IBDP 课程中所达到的突破性进展。3月27日至4月3日，美国 Scarsdale 高中师生来到平和学校交流访问，平和学校高中部学生会主持了此次接待活动。期间 Scarsdale 的师生与我校校长和高中部的老师和学生代表进行了座谈会。4月2号，学生会成员也与到访来宾一起包饺子，传播中国文化，体验中华传统美食。4月3日下午，平和学校小学部3年级杨林同学在校体操馆以举办个人慈善演唱会的方式度过了一个有意义的10岁生日。当天的活动共筹得善款50000元，全部捐赠于西部地区希望小学的建设、长宁区聪泉自闭症儿童康复学校以及平和爱心基金。5月8号下午，平和学校高中部举办了室内音乐会，校管弦乐队为观众带来了《天空之城》等曲目，高中部 Sing Off 社团也带来了无伴奏合唱。此外，高中部的师生也合奏演唱了古典和流行曲目。此次音乐会为平和学生提供了了解高雅艺术的机会和展现自我的舞台。5月10日上午，平和学校万伟副校长为来自教育局以及各民办学校的领导们进行了关于我校德育课程的展示和研究。各位领导认真聆听并相互讨论，会议气氛十分热烈。万校长在会议中展示了我校丰富多彩的德育课程，此次活动将促进我校以及其他民办学校制定出更加丰富多彩的德育课程。3月23日晚，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上海东方明珠举行，我校数位学生志愿者参与了本次活动，高中部王宇桦同学也作为代表发言。此次活动宣传了环保的理念，并让人们意识到节约资源的重要性。下面请看本台记者带来的详细报道。在东方明珠电视台参加了由 WWF 和东方明珠联合承办的一项宣传地球一小时的活动，该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参加，其中我们平和的学生参与的是志愿者的活动。 PTV 记者冯浩南报道。地球一小时活动由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发起，参与的城市于每年的3月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熄灯一个小时，来表明他们对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支持。我校的学生志愿者来到了东方明珠，在活动现场为公益环保活动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郭总经理您好，我是来自于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电视台的记者，这次想来向您问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大家都已经了解到，您作为东方明珠电视塔的负责人来举办这样一个被我们称作地球一小时的活动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么想请问您，在这次活动当中，我们相较于其他几届有没有什么样的改进？这已经是我们第五次举办这个活动了。这个活动呢，在上海开始是由东方明珠跟 WWF 我们一起在上海发起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东方明珠是上海的地标，所以刚开始做这个活动是东方明珠先灭灯，然后上海的著名的建筑都开始灭灯。主要的议题是这样一个议题，就是说我们呼吁低碳环保，地球灭灯一小时，然后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美丽中国由此开始。谢谢您的阐述。Here today, we sincerely welcome each party of the society to join the Simple Impactful Act on March 23rd, 2013. Let our voice echo in the world to enlighten the great future.王英华同学你好，通过地球一小时的倡议，你从中学到了些什么呢？首先呢，我了解到了这个活动是从2007年由WWF 在悉尼开始举办的，并且每年都会在每个3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六举行，有很多很多国家一起参与了这样一个很有意义的环保活动。好，谢谢。那么在我们知道地球一小时不只是一个，就是说关灯的，还是一个一种信念传递。那么说地球一小时这个活动当中，我们还可以从别的地方学到做到一些什么，然后来节约能源呢？比如说当我们在复印一些纸张的时候，我们可以尽量两面都复印，或者说当我们用掉一张纸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它的背面做草稿纸，可以节约一些纸张，节约一些能源。好，谢谢。4月14日，美津浓杯金桥碧云国际社区8000米长跑比赛在作为承办方之一的平和学校举行，今年是该项赛事举办的第12年，7000多名跑步爱好者参与了此次比赛，我校的志愿者也参加了本次活动。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的详细报道。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平和学校后门口，现在在我们身后举办的是由可口可乐有限公司以及米津浓运动用品有限公司联合金桥集团举办的金桥8公里长跑比赛。本次比赛意在为跑步运动爱好者提供一个健身与交流的平台，并应和政府号召的全民运动体育精神。 PTV 记者黄展亮报道。美津浓杯金桥碧云国际社区8000米长跑比赛一直以来得到了各方的支持，近年已成为深城最受欢迎的时尚跑步赛事之一，更被定位为浦东新区品牌活动之一，深受深城市民及外籍人士的欢迎。我校的志愿者在活动当日积极参与，帮助该赛事顺利举行。林主任你好，请问你觉得这次那个活动举办的意义是什么？这次活动我觉得在金桥开发区来说它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金桥开发区总共有16万人在这里工作学习和生活，其中有来自62个国家的8000多名外籍人士。这次活动更多的是应该提供了一个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而且是倡导一种健康生活的理念，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活动金桥开发区应该年年举行。我去年刚刚从美国学习了半年，在美国它的人文它的文化活动做得非常好，其中重要的其实就是一种文化的交流和交融，我觉得金桥开发区也应该成为这样一个国际性的一个开发区。好，谢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请问您觉得这次活动举办以后，金桥社区您希望会有什么变化？我希望在金桥开发区外籍人士越来越多，在我们平和这样的学校也越来越多，希望在齐和德威这样的学校里面的外籍学生更多，这样的话金桥开发区它的国际化它的全球化才会更进一步的体现出来。好，谢谢李主任。
你刘经理你好，本次美津浓作为本次比赛的冠名赞助商，而且美津浓还是一个百年的老运动品牌，那么与这次本次比赛的理念有什么样的相同之处，或者是有什么关联呢？ OK， 首先我们知道金桥八公里是一个举办了连续11年的比赛，它是有历史的，而且是参与人数比较多，大家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就是一个欢乐跑的概念。同时八公里的一个距离也是现在都市人群比较能够接受的距离。那美津浓作为一个百年运动品牌，它是一个专业的运动品牌，我们希望能够专业和欢乐能够更好的契合在一起，能让更多的人去在享受比赛的同时能够更加专业的去运动，防止你的运动损伤，就是有这样一个欢乐的概念和专业的概念去做一个融合这样的。嗯，好，那对于本次比赛你有什么期望吗？最大的期望是大家还是能够享受这个比赛，能够用一个好的心态去完成你的8公里或者2公里，然后就是能够让大家更好的了解美津浓，了解美津浓的运动的专业，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4月27日，一年一度的春季运动会在平和学校拉开了帷幕，开幕式上上海体院花神表演队带来了精彩表演。此次运动会上，来自小学、初中、高中和国际部的学生们都积极参加，屡屡突破了校纪录。下面请看本台记者带来的详细报道。大家好，这里是平和学校第17届运动会的现场。这次运动会共有6、7、8、9年级以及全体高中部人员参与。大家可以看到，现场正在进行激烈的比赛。预祝这次比赛圆满举办。PTV 记者郑启阳报道。4月27日上午，春季运动会开幕式在操场拉开了帷幕，各学部的同学和老师展开了激烈的长身比赛。最后高中部学生获得了冠军。在之后的2天中，各学部分别举行了运动会，打破了多项校纪录。很幸我们今天能采访到玉老师，请问一下玉老师，为什么学校要请你来做这次体育运动会的那个运动会的主持人呢？好，我想这大概应该是和整个校园活动的转型是有关的。在以往我们的校园的文化活动当中，像运动会这样的节目，它往往更强调的是所谓的集体主义精神，集体的就通过这样一个公共活动把集体的意志凝聚起来。但是呢，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可能更突出强调的是学生自由快乐的心情和参与活动的热情和高度。所以我希望学校也希望我来能够参加这样一个组织活动，着重突出的是学生幸福快乐的在阳光下生活的这一面。哦，好的，那我想请问一下，你认为今年这些学生的体育素质如何？我谈一下题外话，首先我觉得运动会最重要的是开心，如果是学生的体育素质的话，其实并不容乐观。我们看到其实我们高中部也好，初中部也好，还有相当肥胖同学，是吧？而这个呢，是需要教育部门长久的关注，制定有序的规则和制定有序的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但运动会一方面是体育运动，一方面还是要大家快乐高兴。哦，好的，谢谢玉老师的采访。恭喜你严子怡同学在前面运动会的200米项目中获得了冠军，请问您保持过哪一些校纪录吗？是50米、100米和200米。哦，那真的很厉害。那请问你对体育并不是十分擅长的同学有哪一些建议或者提议吗？对于体育这个来说的话，也没有什么很捷径办法，就是练吧。好，预祝你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取得冠军，谢谢。今年的春季运动会共有10项校纪录被打破，其中包括初三的刘志远同学以12秒41的成绩打破了男子100米的校纪录，高一的李志伟和严子怡分别以1分03秒36和1分13秒76的成绩打破了男子和女子400米的纪录，高一的韩雨田以11分59秒68的成绩创下了男子3000米的纪录。汪校长您好，请问您作为我校领导，对于运动会这样一年一度的大型集体活动抱有什么样的态度和看法？好的，学校呢对运动会呢一向是比较支持的。
我记得两周之前，我们高中呢曾经请了一位毕业一年多的校友回来给同学做了一个 presentation。 他讲的主题就是体育。那么这个同学呢现在在英国一所大学读体育管理。他就讲到体育是一种精神，体育是一种文化，体育不单单是竞技，体育也不仅仅是玩儿。那么他的这个演讲呢应该说还是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很触动。所以我想就是学校里面通过运动会这种方式让所有的同学都参与其中，只要你参与了，无论你是运动员，你是啦啦队，你是记者，你是观众，你都有一种体育的精神，你都进入了体育的文化。好，那么这一次也就是第十七届运动会，跟以往的几届相比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这次运动会呢大家都应该看到我们有一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隆重的开幕式。我们也是首次把全校的师生都集中在一起，我们四个学部在一起我们举办了一个开幕式，而且我们还邀请了这个大家都看到了啊非常精彩的一个花生表演啊。我们也是希望啊通过这种方式啊让运动会真的成为一个 sports day， 成为我们学校里面成为我们同学欢乐的节日。谢谢温校长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么在这里也祝愿运动员们能在本届运动会当中取得好成绩，谢谢。5月23日，平和学校高中部 IBDP 课程高三毕业典礼在体操馆举行。金桥集团总裁张素兴先生、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平和学校荣誉校长朱晓明先生出席了此次毕业典礼并致辞。平和学校校长任国芳女士也为全体高三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十位优秀毕业生和15位荣誉毕业生也在此次毕业典礼上被授予证书。乔佳雷同学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发言，并代表全体高三学生向母校赠送礼物。下面请看本台记者的详细报道。大家好，这里是平和高中部2013届毕业典礼的现场。三年高中之路，56名高三毕业生，他们取得了优良成绩，为平和学校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他们将踏上未来的旅途，预祝他们在未来取得优异的成果。PTV 记者郑启阳报道。各位家长、老师们、同学们，今天参加我们毕业典礼上，高三 IBDP 的两位班主任分别发言，向毕业生们献上最后的祝福。家长代表也在毕业典礼上给孩子们离开母校前最后的期望。这是高三毕业生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离开母校后他们将在世界各地继续学业，追逐梦想。曹佳雷学长你好，我是平和电视台的记者。今天是2013届平和 IB 的毕业典礼，你同时也作为优秀学生代表上台发言。那么在高中三年里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能认识那么多同学、老师，认识那么多人，他们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很开心，所以希望以后我们也能保持联系。这高中三年，他们改变了我，我也改变了他们，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收获。那么对于即将离开的平和，你还有什么话想说吗？首先，我希望平和能造一个网球场，然后因为平和要扩建，我希望他们能把硬件设施都能提高上去，然后将老师的工资也能翻番。总之，我希望平和能越变越好。当我们在三年以后再回母校的时候，希望我们都能为平和感到自豪。谢谢曹佳雷学长。那么在这里也请对于即将离开母校的学生们送上您的祝福吧。我希望我们这些学生能够继续保持在平和三年学习他们所取得的成功的和成长的这个经验，在走出国门和更多的世界各国的优秀学生同校学习竞争的过程当中，我希望他们能够保持平和学校的自学精神和我们的校园文化，在不同文化背景的校园里面学习，要坚持我们中国优良的传统，然后去主动的学习世界各国文化的精髓，培养自己成为一个国际化的人才，
那么这样才能够以我们的才华和我们的智慧能够回馈我们的社会和回馈我们的国家，尤其是 IB 的学生更要服务于世界。谢谢。好，谢谢任校长接受我们的采访。本期评核新闻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